博晒出右边眼睛包着纱布的照片，不过他就没有进一步交代伤势情况，让不少粉丝相当担心，纷纷留言问候送暖。有人更表现得相当激动，留言拍戏还是真的，多写几个字你会怎样啊。随后有记者找到张孝全求证，发现原来张孝全因为长针眼要进行简单手术，纱布只需贴2个小时就可以摘除，并无大碍。不过一般粉丝可是吓得不轻啊，奉劝以后孝全发这种图片的时候，最好还是多打2个字说明一下吧。10月7日下午，突然在自己的微博晒出右边眼睛包着纱布的照片，不过他就没有进一步交代伤势情况，让不少粉丝相当担心，纷纷留言问候送暖。有人更表现得相当激动，留言拍戏还是真的，多写几个字你会怎样啊。随后有记者找到张孝全求证，发现原来张孝全因为长针眼要进行简单手术，纱布只需贴2个小时就可以摘除，并无大碍。不过一般粉丝可是吓得不轻啊，奉劝以后孝全发这种图片的时候，最好还是多打2个字说明一下吧。